我今天就要回国了，我的朋友们来宿舍看我，我已经把行李都收拾好了，正在等出租车呢。朋友看见墙上还挂着我的大衣，问我是不是忘了。我说不是的，我是想走的时候再穿。朋友还问我没用完的人民币换了没有，我说到机场再换。朋友们听了放心了。出租车一到，朋友们就帮我拿行李送我上了出租车。